各位学员早安，很快一个礼拜又到了，我们今天顺着上个礼拜无上我的标题，我们上个礼拜就进入了齐物论的篇章，不过根据往常的经验，我讲快的哈，有一点急，又说不清楚，那所以我就放慢脚步啊。我们上个礼拜等于是比较轻松的去谈论有关这个齐物论的一开端的时候的那个故事情节啊。我们今天会稍微回顾一下，不过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我今天用一个标题叫莫若以明。那事实上是因为莫若以明在这个篇章里面总共出现过两次啊，而且是他关键性的用语。但是这个历来哈，对莫若以明四个字哈的解哈，众说纷纭，这个也说不清楚了啊。那甚至可以这么说，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篇章，可以说就是庄子书里面的深水区，也就是最难解的啊。就文字，第一个不好讲，不好懂啊。那所以呢，我看哈，我今天尽力而为，看看能不能够把它讲完啊。我准备的 PPT 啊，那个而且很难解。好了，那我们先。就进入今天的讲题。我们上个礼拜讲的东西，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才知道今天要讲什么。我们上个礼拜是透过南郭子綦跟他颜陈子游，两个师徒之间的对话。啊，他看到老师在静坐的时候，怎么了？这个跟以前不一样。那结果老师说，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无上我的境界了啊。那境界，这个境界怎么看得出来呢？是因为颜陈子游，子游呢一看说，老师今天做的什么形如槁木，心如死灰，跟过去做的都不一样啊。那南郭子綦自己的表述是无上我啊。可是这样子境界状态哈，其实一般来讲很难透过语言精确的描述啊。就是我们中国有所谓的一门叫做功夫论，也就是修身的功夫，不管是儒家的修身功夫还是道家的修身功夫，只要是涉及到功夫论的其实都不好讲啊，因为功夫一定会涉及到你修行之后会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啊，那个境界很难用语言表述啊。所以南郭子綦在讲他的无上我的境界的时候啊，他只好用人籁、地籁、天籁当作譬喻，协助子游去捕捉这种境界到底是什么个样子啊。那这个是上个礼拜我们讲过的。那不过南郭子綦的回答，似乎只为子游说明地籁啊，他是说大地有各种孔穴，风只要吹动之后，它就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那可是其他的都没有解释啊。那不过人籁很好理解，就是泛指人类透过口腔吹奏而发出的各种管乐的声响啊。那在原文里面说笔竹是也的笔竹啊，就是因为我们竹子把它镂空之后，那我们吹奏声音进去，就有各种乐音产生。那这个可能是人籁比较好理解，但地籁它很详细说明。但是天籁呢，其实子綦也是这么几句话，因为子游问他说，那什么是天籁呢？他就说，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也，贤其自取，怒者其谁？就这么几句话回答。那他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啊？好像也没说什么啊。那当然就引发很大的回响，但上个礼拜我们有进一步探讨过。那我们今天就进一步来探讨啊。那别忘了，子綦想要说明的是无上我的境界。那我们现在再回到那个无上我的境界，从子游的角度，他的外形的观察面来看，那
维持身形不动啊，就有那个形如槁木的状态。也就是说，我一静坐了之后，我动也不动了，我就坐在那里，连动都不动一下，那就跟木头一样的摆在那里啊。那这容易吗？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静坐过的体验啊，就是人是一个能动的生命体，人随时都会想要动一下。那我们真的耐得住长时间维持身形不动吗？哦，恐怕非常困难，非常困难啊。那除非达到一个物我一如，也物我一如，也许用我们中国话来讲就是天人合一啊，用印度话来讲是泛我一如。那就是说，除非你达到你两忘的境界，也就是人天两忘的境界，你否则你想要止息自我意志的盲动，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人会动哦，通常就是我们心念会动，我们的意志会动。那我想要做什么事情？那其实我们的心思哦，几乎很难有一刻哦，你不想动的啊、哦，你就是。想要做这个，想要做那个，那只要想动，你的肢体就会听你的命令就动啊、哦。那除非你已经达到的那个物我两忘的境界，否则的话，你要身形维持不动哦，恐怕很难啊、哦。那别忘了，这个无上我从子由的角度，它的外形观察还有一个叫心如死灰啊、哦。那心如死灰。我想那不是叫万念俱灰，万念俱灰的意思就是说啊，完全丝毫没有意志思维的伸展空间啊，啊，我们根本就不想要做什么了啊，那就是止息自我意识啊，就是他不是这个意思，那他只是止息自我意识的无限膨胀，也就是说，这个心如死灰哦，可能不是说所有的念头、所有的意志活动都停止，而是说。我现在没有自我意识的膨胀啊，其实说白的就是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啊，都是有一个自我意识，我认为我讲的是对的啊，比如说我解庄子啊，我就觉得说我解的最对，别人解的都不对啊，那事实上呢，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或者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就是一个自我意识的膨胀啊，那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很多人在任何时刻表现出来的，通常都是这种自我意识的膨胀。那他仁爱、地赖、天赖的譬喻里面，仁爱可能象征的是比较接近那自我意识支配的世界。也就是说，人吹奏一个乐器，比如说我吹笛子，那我擅长的是笛子，那其他的乐器也许你不是那么的在行。那可是笛子，我诠释出来的乐音代表什么样的意义？我想要表达什么样的情怀？什么样的达到什么样的意境？那是你才能理解，你才能知道啊、哦。那别人是不是一定都能够跟你有相同的想法啊？那、哦、不一定的。可是呢，我呢就自得其乐在那里面，我就觉得，哎，我吹这个是如何如何啊。哦等等等等，那这个呢？因为是人类，是我们人刻意去发出的声音，那比较是有自我意识的支配在运作在其间啊、哦。每一个人的乐器拿来的时候，你不会是说像风自然流动这样吹奏了，不是，是你刻意给它音阶、给它节奏、给它节拍等等啊。哦那所以你刻意把它吹奏成某一个特定的样态，啊，那你甚至从这个样态你诠释出你自己的意义理解。但地赖的描述就不一样了，地赖的描述是这样子哦，本来大自然的孔穴就有了，可是大自然的风有时候吹，有时候不吹哦，哦，那只要一吹，哎，它就有声音。而且不同的孔穴就有不同的声音，什么时候会奏不知道，什么时候不奏也不知道啊、哦。那换句话说，就没有一个特别去支配它的一个力量或者一个意识存在啊、哦。那换句话说，它象征的是比较是
渐次降低自我意识膨胀的那个状态啊。那所以呢，这个天籁啊，我们等一下再来说明。它地籁呢，似乎是南郭子綦用这个地籁的譬喻，似乎是告诉说，我要达到无上我的境界，我首先必须把我的自我意识，也就是我要到所谓的心如死灰，不是真的死灰了，但是我不会坚持我自己的成见的那个地步啊。那也许那所谓的天籁是什么？天籁之境就是一种天人合一，如果用印度的语言就是泛我一如啊，就是梵天跟阿特曼，就是梵天的布拉玛跟我这阿特曼，它完全合一啊。或者就用西方的语言来讲，是任何一个认知的主体跟一个真实的存有相即相融之境。那注意一下，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用西方的语言来描述？事实上这也是近代西方的一个很重大的课题。近代西方就是我们去认识任何一个真实存有，其实有时候我们不是真正的去认识真实存有，我们认识的存有是根据我们概念中、我们想象中的存有的样态，啊，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可能是对外界的理解本身，其实是用你自己的理解去挂在外物上面，然后认为它就一定是一个样子。我这样讲，如果你们抽象，假设有一对年轻男女，他在交男女朋友。那假设一个男生在交一个女朋友啊，他说啊，这个女朋友是我理想的对象，如何如何如何。可是当他说你是我理想的对象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女孩子的某些方面的表现，跟你心目中所期待的一个理想伴侣的样态有一点类似，那么因此你就把自己的理想的那个对象完全投射到你喜欢的那个女孩的身上。可是你现在喜欢的这个女孩跟你心中所喜欢的她中间就有一个距离了啊，因为她是一个真实存有，她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体，你所看到她表现出来的样子，比如说你看到她很温柔的样子啊，啊，难道她没有脾气吗？她没有自己的见解吗？啊，那可是呢，你看待他的时候，你就不会看到他其他的面相，只看到他，哎，我期待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样子去看待他，哦，那当然，以后如果日久相处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产生，哎，啊，比如说他成为固定的男女朋友的时候，啊，你怎么有一些表现跟我期待的完全都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我那个理想的对象？哦，这个时候就出问题了啊，哦！也就是我现在用这个简单的譬喻来告诉你说，我们任何一个认知的主体跟一个我们所面对的真实存有，它是不是相即相融？哦，这里面有很大的学问。也就是说，我们认识的任何一个客体，它是不是你想象中那样的客体？还是我们要用别的方式，或者多面向，或者用其他的模式，我才能真正的去掌握它啊？换句话说，我怎么跟它相即相融？我讲到相即相融，我用另外一个语言哦。我们在研究学问的时候，有两个对比的字。哦，我在这里 PTT 是没有写，我临时即兴想起来，就是有一个这个字叫做，在英文里面也有这个字叫做 emic， 好，哦，啊，有一个叫 ethic， 啊，哦，那
这个 EMIC 就是 EMIC 啊，就是 EMIC 啊 ，ETIC 是 ETIC 啊，就是那我这两个字哦，其实不好理解。那也许我用一个我们日常生活可以看得到的现象来说明，就是我们常常看人家下棋啊，下棋。啊，下棋的时候，我们看到别人下的时候，我们总是马上就会一个问题说：“哎呀，你这个下的不对啦！啊，你应该怎么下才会赢呢？”啊，我们开始。那你知道吗？象棋这个旁边哦，都会写一个字哦，在提醒我们：“观棋不以真君子。”啊，就是你在旁观着看的时候，你最好不要说话。啊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平常又有一些话来讲。旁观者清，当局者迷。那个下棋的人哦，他可能看不到他有一些情境，他融在那里面的时候，他看不到呢那个拉抽开这个情境里面所看的。所以我们会认为说，我抽离的这个情境，客观的看的时候比较理性，比较客观，啊、哦，比较全面。可是。这种有一个危险，这种抽离式的去理解的时候，你根本没有融入那个群体。所以在社会学上研究很多，各种少数民族或者原住民，他的这个整个的想法、生活上的点点滴滴，包括他的信仰、他的习惯等等。那你知道人类学家要做一件什么事？人类学家一看到他们有种种行为表现，那就抽离的就说哦，他们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啊。其实这个时候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带着你的原来的族群，比如说如果是西方的社会学家，可能带着西方文化的中心主义；如果我们汉人去研究台湾的原住民，那我们可能带着汉人中心主义的想法去看他。我们以为我们客观，其实我们根本不能站在他们立场理解。所以我们人类学家有些时候要做一件什么事情，我先忘掉我汉人的想法，我先忘掉我西方人的想法，忘掉了之后，我先在那个社会，原住民的社会里面住上个一年两年，学他们的语言，跟他们一起生活，那这个叫做 EMIC， 也就是我融入到他们的生活里面。那融入到生活里就完全变成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想法。可是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观客观之间的那个拿捏要怎么办？所以我们在田野调查的时候，所有那个社会学者或者人类学者大概都有一个提醒，就是我必须要在这个抽离的客，就是 ethic， 就是抽离的客观理解跟融入的那个理解里面取得一个平衡啊，也就是说，我这样子才能够持平的去看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就表示说，我到底应该拿捏在什么个位置比较好？那我这里面会有相即相融，也就是说，第一个我要跟他融在一起，可是又能够清楚的认识这个的那个真实的状况。那我讲了这么多，事实上就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我们很多人根据他自己所学过的学问去看待世界，不管你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啊，你去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啊，你总是带着自己社会的一些想法去看待它。比如说，我们现在国际发现很多纷争，你就会发现这些纷争。为什么不同的社会里面看起来都不一样？比如说现在俄乌大战，那么站在美国的立场，哎呀，俄罗斯侵略者怎么可以侵略别的国家？可是站在俄罗斯的人民的角度，就是说啊，都是你美国在挑衅，一直鼓动的俄罗斯，一直鼓动的这个乌克兰，说要他加入北约，要他把那个核子武器或者飞弹射在那个乌克兰，那你不是对我威胁吗？那我怎么能容忍这个状态？何况我们当时苏联在分裂的时候，是
勉强划分的国界，也就是说很多俄罗斯人是住在乌克兰国界的。那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这一场纷争其实真正的制造者是你们美国制造出来的啊。可是在西方世界的人就不这样看，可是在俄罗斯人就那样看。所以注意一下，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啊，就是每一个人站在他自己的立场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一个样貌，但是呢，你怎么样抽离了之后能够比较超然的或者比较超越的角度去看呢，可能就是我们所想的这个天籁。那这种境界很难用语言来说明啊。那接下来的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那个文字啊，其实我的看法是这样，是齐物论接下来的文字是尝试用对比性的模型来引导出其境界的想象。什么叫对比性的文学？我现在告诉你说，我们一般人的想法其实是小鼻子小眼睛，自我意识很膨胀。那可是呢，我如果没有把我们人类的自我意识怎么会个膨胀这一回事，那么膨胀了之后会有什么毛病产生这一回事详尽的描述给你听，你就不知道那我怎么样去拒斥这个东西，我怎么样去消除这个东西，我为什么要达到一个也许外人看起来叫心如死灰，但是南郭子綦自己说的就是无上我，也就是我把我自己的主观自我意识已经降到最低的那个状态，那我就很难说明。所以我接下来他的文字说明我认为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他很细腻的从各种不同的方面，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描述说，这个人哦，如果你活在那个自我意识膨胀的那个状态之下，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这个深水区来看看他的文字。那上面那个红色的部分是原文，但是我没有不敢夸张，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因为这内容很多，我怕今天讲不完，我可能会讲快一点。但是呢，讲快又不能讲不清楚，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花比较多时间给用解读的文字来说明。它有出现原文叫“大字显显，小字尖尖，大言炎炎，小言沾沾”。好啊，那你一定会问说：“啊，这是在讲啥？”好，有些人读了这几段文字之后，就把这个解读为。这个大字跟小字，大言跟小言是一种对比，好像是大字就比较高，小字比较低，大言就比较厉害，小言就比较不厉害，啰里啰嗦的。很多人就把它理解为这样啊，那也就是说，古人的很多注解也很容易产生这个误会，甚至有很多白话解释啊，解释的就是。成为我刚才想的，就是说好像有一些人就有很高的智慧，那这个有一些人就比较没智慧，所以他们表现出来的情态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个人呢是认为这段话可能不能这样理解，这个人认为说这只是庄子要呈现人类自觉百态的一个描述，也就是不管大字小字，不管大言小言哦，都是人类昧以大道的根源所在，啊，也就是说，人类为什么没有办法体会那个人真理本身，不能够体会那个道本身，那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些东西，啊，就是有这些表现，啊，那好了，那我们就详细来解释一下，大智是什么？大智是什么？大智就是泛指那个知识。啊，智识，我用的智识，智识比较高，条理比较分明的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有人书读的比较多，有人见识比较多，有人的经历比较多啊，有人能力比较强啊，分头脑清楚啊，他可能占据的是在这个社会的学者啊，这个社会的什么公司管理的经理人啊，等等等等啊。
那相对而言，什么叫小资呢？就是那些见识视力比较短浅的啊，比如说啊，我书就没有读得很多吗？啊，我学问就没有很多吗？那这个我就没有那么高知识哦，就是这样。那现在再来看看他用的，看我文字的概念，大字显显，小字尖尖。好，其实有些人都把这四个都叫显显了啊、哦，但是我因为我根据古书的注解哦，把它认为尖尖。那我有说明，显显呢、哦，一般古注都注为广博或达茂，也就是那个意思是说，如果我知识很高，那我的视野很宽阔，我看得多，经历的多，那我就觉得我会谈的东西很多。那知识越高的人就不会小鼻子小眼睛、哦、就不会小鼻子小眼睛那么斤斤计较，然后老是这个，所以他就很比较豁达，啊，为什么？因为他的视野比较大嘛。所以我们过去曾经说过，很多哲学家是认为说哲学有什么功用？因为哲学会把你不断的视野提高，提高到宇宙人这样的高度。也就是说，当你的视野很高的时候，那你就不是，你就不容易变成小鼻子小眼睛的那一类的人。那这个呢，状态就叫显显，啊、哦，就是广博嘛。但尖尖呢，啊、哦，就是尖骨字翻成那个时间那个尖啊、哦，尖尖，那是指明察细别貌。那明察细别貌的意思是什么？哦，啥东西都会计较得很清楚。然后注意哦，我们在社会上你会发现，越是知识浅薄的人，越是短小。比如说你到菜市场去买菜，啊，对那个五毛钱一块钱呢，哦，斤斤计较的多不多？多、哦，那就叫做细察啊，就是明察细别。为什么每一个东西我都要分别得很清楚？那为什么？因为你的视野不够开阔嘛，啊，你只会注意到这些小地方，那这叫尖尖啊。那意思，这很容易就产生一个误解，就是说，哎，我们好像是在颂扬大智来贬斥小智，其实不是，就是等于是庄子来告诉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是知识程度比较高，有人是呢比较低啊，各种不同的人表现出不同的情态。哦，这是一个人生的百态哦，自然的哦，也就是世界上确实存在的知识高下的区别，也真的世界比较高的人比较复杂豁达一点，啊，不会像一般人一样斤斤计较。不过，对庄子来讲，这只是程度上的差异，那么根本上都会难逃自觉上的极限。自觉上的一限就是说，你只要有心识作用，有概念，有或者形成成见。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那些有学问的学者之间彼此意见会一样吗？才不会呢。不管政治立场，不管经济主张，那些每一个都是博士，每一个都是学者，看法会都一样吗？也不会一样啊、哦。所以注意一下，这种大致里面也有各种不同的成见纷争啊、哦，那小字里面也有各种的成见纷争。那其实庄子在这个文字里面只是要呈现出，不管你是大字还是小字，有没有这个表现出来看起来是不同，但是真的豁达吗？哎，真的那个就比较超越吗？也还没有。那接着我们刚才有说大言炎炎，小言沾沾。那我们现在就来解大言。大言呢、哦，是指那些此风很犀利，放言高论，善以激辩者。那意思是说，有那种口才就很好嘛，那很会讲话，那辩论起来啊、哦，很犀利啊、哦。就比如说，我们最近有政治选举，你就会看到有些人一上台呢，口若悬河啊。哦，然后这讲的言论好像很这个很了不起的样子，事件很高的样子，然后呢机智反应很好。那相对的小言泛指那些不善言辞的，因为不善言辞就是说他比较不会讲话嘛，哦啊，他越讲越错，哦，他不讲就没事，
越讲呢可能错误越多啊。好，那我们现在这是大言小言，有了这个区别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他说大言炎炎，那炎炎呢古注都叫做猛烈貌，那么啥意思？就是他讲起话来气势凌人，意思是说因为他很口才很好，因为他那个也自以为自视很高，然后他就会咄咄逼人。不过这个这地方我稍微停一下，我们刚才讲大智跟大言，那是不是大智人就会大言？也不一定，有些人自视很高，可是他不会不爱变呢、啊、也不想跟人家变呢、啊，所以他不会咄咄逼人。可是有一些人自视不是那么高，他会盛气凌人吗？会。所以这个分类里面，我们并没有说大智就必然大言，那大言就必然大智，也不一定，只是看那个你讲话的口才能力。所以有一些人自视没那么高，他讲话的气势哦，哇，这凶悍得很哦。那这个就是指那个言谈之间的表现啊、哦。那沾沾是什么意思？就是言辞琐碎，用我们通俗的话呢，就喋喋不休哦。所以注意一下，很多人哦，话口才不是那么好，话也讲不清楚啊。闽南话来讲说，可是这一类人常常有一个特色啊，就搞兴体耶，就是他反而很喜欢就讲个喋喋不休，然后。因为他每次讲都觉得我好像没有把他讲得很完整，然后他就一直又要一直讲一直讲啊。所以呢，换句话说，他不管我们刚才的那个大字闲闲，小字尖尖，大言炎炎，小言沾沾，这个描述这是在讲出人生的百态之一啊。那换句话说，人类由于他自己内在的知识蕴含，也就是心识蕴含不同，那么它外显出来的那个状态就都不会一样。那可是呢，不同的表现会有各种不同的现象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等于是庄子全部把它呈现出来给你看。这个社会就是有这样各种不同的人啊、哦，因为那个也许用我们的闽南话通俗来讲，啊，九米起八有狼啊、哦，意思是说，你看看。同样的四大名犯呢，有人就这么聪明，有人就这么普通普普通通，有人书读的这么多，有人书读的什么，有人讲话这么犀利，有人讲话就不啰里啰嗦的讲不清楚，那是不是有各种不同的人？有啊、哦，就是换句话说，这个言这简单的几句话，那说尽了人生百态。好，接着他的言文说。其媚也浑交，其节也行开，以皆为垢，日以心斗，慢者教者密者。好，老实说啊、哦、这个这些话啊、哦、如果不是稍微我们互相有一点沟通，哎呀，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理解。那现在来了，我们前面的人有各种不容百态，其实我都埋下一个伏笔，那是因为人类有自解，也就是按照我自己对世界的理解的样态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所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差别哦。因为一个知识高也好，就表示你的知识应该很多，那知识应该很多也是一种你的自解，也就是你用你自己观念里面所了解的一切去看这个世界。那这个我们人就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解去看这个世界，然后表现出来的时候看起来很豁达，或者看起来斤斤计较，或者看起来很盛气凌人，或者看起来喋喋不休。但不管怎么样，这些人因为他的心识作用不断的产生之后，他会产生一个什么现象？他做梦哦都会梦到他想的哦。比如说你我们一般来讲叫日有所思啊，夜有所梦，那意思是说我白天会想什么啊，晚上我也做梦也会梦到什么。所以这个其灭也魂交，灭就是你在做梦的状态，那觉是一种醒来的状态，觉就是你现在没睡觉了，你现在觉。那这个灭跟觉的差别在哪里？好，我讲一个白话来讲，我不睡觉的时候
不睡觉跟睡觉的时候差别在哪里？我不睡觉的时候，我是会打开我的外感官。啥叫外感官？你有眼睛会看呐、啊，有耳朵会听呐、啊，有鼻子会闻呐、啊。啊，就像有一天，我家里原则上是用的油哈、哦，是少用麻油啊、哦，因为一般来讲可能是麻油比较上火。那有一次呢，我偷偷的呢，在我们的菜里面啊、哦，就加了一点点麻油。可是呢，我老婆呢从房间走出来，她就告诉我一件事情，因为她知道我平常煮菜都不用麻油的。他就告诉我说：“老公啊，这个可能哦，邻居有在煮菜，那煮菜用麻油，好香哦，这样啊，我都不敢吭声。那原因是我偷偷的加了一滴麻油进去而已，那就很香哦，我都不敢吭声，因为等一下老婆就说：‘哎呀，我为什么用麻油炒菜？’好了，现在来了。”那我老婆显然不是在睡觉，她醒着，她派了一个外感官叫做鼻子，啊，她鼻子会不会闻？会闻，啊，然后可是她想象一个东西，就是邻居在炒菜用麻油，啊，可是有邻居在炒菜用麻油吗？没有啊，啊，那现在来了，就是她心里会想，啊，同时她鼻子会闻，啊。他就把鼻子闻到的东西跟心里所想的东西接在一起，然后形成他一个对世界的理解。那我会就用这个例子来说，我们总是会觉得说啊，我们做梦的时候那是假的。我告诉你哦，你醒的时候你也不见得是真的，因为我老婆以为邻居在煮菜用麻油。可是事实上呢，是我偷偷的撒了一滴麻油在菜里面。那意思是说，我们醒着的时候，形骸是什么意思？形骸就是我们有这个肉身嘛，有这个外形嘛，我们这个外形的外感官我们派出来了。那派出来了之后，我们就会用我们的外感官协助我们的思考。也就是说，我们认为这样，但是我们去观察一下外界是不是真的这样，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反而可以回来校正或者修正我们的看法。所以，这个以接为构，意思是说，那我们只要行开，你要不要跟外界接触啊？要不要去问外界接触之后，然后呢再去对比啊？啊，要啊，啊，好，这是。来了，就是那个意思是说，我们什么？我们人呢、啊，只要一有心事作用，不管你是睡觉的时候，不管你是醒着的时候，啊、哦，你的那个心呢、啊，你的心灵呢、啊，你的意识哦、啊，就动个不停。那你动个不停了之后，就有各种状态的表现啊、哦。然后，所以我要讲这段话，我已经绕了一个大圈子了。我在 PTT 的时候。人有了感官作用，就有了语言文字建构的概念。也就是说，人类哦，人类去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我绕一圈回来一下，就是人我们怎么去认识这个世界，是因为我们人类首先任何一个人来到世界上，先有感官作用。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因为他还不懂得语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小孩子你跟他讲什么他都听不懂啊。可是他有没有眼睛会看？有。他有没有耳朵会听？有。他有没有鼻子会闻？有。他有没有嘴巴会尝？有。这都是他的感官作用。可是他的感官作用一旦作用了之后，哦，比如说他尝到了一个我们吃给他吃一个比较甜的东西，然后就不断的告诉他这叫甜。然后如果给他吃一个酸的东西，我们就不断的告诉他这叫酸。他久了之后呢，就会把他的感官所捕捉到那个感觉跟甜啊酸啊这些字眼结合在一起。那么同样的，如果看他的窗户的时候呢，他就会说这是窗。那
久了之后，他眼睛明明有看到一个在我面前的这个东西，那你每次看到这个东西，你就告诉小孩说这叫窗，他久了之后，你告诉他窗，他就会往那个窗户那里看。为什么？因为他就知道了窗这个字代表的是外面的某个东西。那以后你不一定要眼睛看到窗，你只要告诉他窗，他就可以想象窗是什么样子。所以这个就是人类的心识作用，人类的我们称为叫概念思维了，就是我们人类去认识这个世界。一开始的时候是派你的感官跟外界接触，接触完了之后，我们会建构一个又一个的声音，一个又一个的文字，去代表外界的一切的东西。那么等到这个都稳固了之后，我们就开始架构了。我们就开始描述，就说哇，今天外面下雨，窗外雨丝飘荡，好，等等等等。那我们就会描述更多的东西，纵使你眼睛没看到，你也可以去想象现在的情景是什么样子。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心识作用。但是心识作用语言概念一旦形成了之后，你眼睛有看到的时候可以这样想，眼睛没看到的就是你做梦的时候，就眼睛没看到的时候，你会不会有这个心识作用在你脑子一直在绕在走呢？也会有啊。只要一会有，那就会有种种这个形态的表现。那慢叫密就是什么？有些人呢，对很多事情就比较宽大一点，就是啊无所谓啦，因为慢，有人注视就是慢慢来，那个慢啊接近，就是慢，就是啊无所谓，宽大一点。叫呢？你就是什么叫？就是我要藏着不让人家知道啊。比如说你有很多想法不想让人家知道啊，或者这个藏起来，或密的意思是说我一样，就是我就不告诉你啊。那换句话说，就有各种，当你有这种心识作用之后，你就有一些你不在乎，有一些你会在乎，那有一些你不想让别人知道的种种的状态会出现啊。那这个是等于是这样啊。那我当然细部也有把这些心识作用的展开过程中，自我概念的产生就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也就是说，思维概念一切立之后，人就以自己的观念来理解跟诠释这个世界，那么也以自我意识来适应这个世界。所以你去观察一个小孩的时候，其实在小孩的，在很小的小孩的世界里面啊，他基本上他，我称他那个世界叫混沌的世界。什么叫做混沌的世界？就是在那个世界里面，他对主体跟客体，就是我跟外在这个世界哦，是融成一体的，所以我称为叫混沌。这个他那个是混沌的世界。但是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断的告诉他外面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啊，我要什么东西？有哪一天呢？这个孩子里面出现我怎么样的概念？这个字一出现的时候，或者我要这个概念的时候，他的自我意识就产生了。那意思是说，我认为怎么样，我要怎么样，他就会回应外界的一切，用你的模型来适应外界的一切变化啊。比如说，如果他想吃东西，你不给他吃，他就会哭给你看，哭给你听啊。那类似这样，他就来适应这个世界，因为他已经有一个自我意识高涨出来，然后去了解。好。那因为每个人的心识有别，可是每一个人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可能有比较多的机会接触到更多的知识，接触到更多的经验，所以你会有大智小智这样的差别。那你也有可能语言的训练会有大言小言的差别那也因为你有不同的心识表现，你才会有闲闲尖尖言言沾沾。那我说过，沾沾是喋喋不休啊，所以注意哦，这些你不要小看这些文字。其实，比如说沾沾言言，那变成成语了，变成说啊，还是啰里啰嗦，说个不停的样子啊。
那是还有慢者、较者、密者的不同的心思表现。换句话说，就因为人类的心思有差别，哦，每一个人的生活环境不同，接触到环境不同，哦，我刚才讲这样的，你们如果不容易理解，因为我是乡下长大的，那我一到都会来读书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差别，就是哎，都会的小孩很小的时候就让他看很多书，然后呢去经历很多，参加很多活动，因为一般来城市的家庭是比较富裕的，有比较宽裕的资金让孩子学习更多东西。可是我们乡下啥都没有啊，所以我们的事件言谈会跟城市的小孩一样吗？就不会一样啊。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就有各种不同的差别。那你既然不会一样的时候，又去莫名其妙的自尊，那你如果哎，你没见过的事情你也要假装你见过，你不懂的事情要假装你懂得，这种心思可能会出现，会啊。那你有一些事情不想让人家知道，因为你不想让人家，比如说我不想让人家知道我不会游泳啊，我不想让人家知道我英文不好啊，那等等这些东西你的心思就会出现啊。好了，那另外我刚才有提过的，就是那个人醒着跟睡着了啊，醒着的时候心思跟感官是同时并作的啊，就是醒开的时候你的心思跟感官同时并作，但晚上睡觉的时候外感官停止了，但是呢你心思作用有没有持续在进行？有。那我们刚才那些文字呢，其实是在描述人呢的心思作用的点点滴滴。然后我接着来看原文，小孔惴惴，大孔漫漫，其发若鸡瓜，那其是非之谓也，其流如主盟，其所胜之谓也。好，我们现在把这个原文哦，这个念过了之后，我们再来看。那好了，人类有心事作用之后，人类会不会开始担忧某些事情？比如说我们下雨啊，比如说举个有一个小孩，那每天都会出去运动啊，散步。那可是现在下雨了，他根本不能出去的时候，他会不会担心啊？我今天不能出去了，或者说比如说小孩子作业没做完，他会不会担心？会呀，那等等。那可是有一些人更恐惧了啊，我会不会活不下去啊？我会不会被打啊？或者怎么样？这个叫大恐啊，等等等等。那好了，现在。惴惴是什么？就是不安貌，也就是说我们会小恐的意思，我们小的小一些小事会不会担忧？会。你会不会不安？会。那什么叫慢慢？慢慢呢在这里连称呢，古注解都是叫很沮丧的样子，那意思是说如果你碰到很大的打击或者很大的威胁的时候，你就会担心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最近有人说有人被检举说你学士论文被取消资格，那取消资格的时候，如果你很在意你这个学位的时候，你心里会不会很恐慌？会。或者有些人官位可能不保了，那他很在意这个官位的时候，他会不会很恐慌？会。那万一真的不保的时候，他会不会很沮丧？会。那这个就叫大恐慢慢小恐惴惴就是你一般的话，你有心事作用的时候，你就开始会担心东担心西，人哦就是这个样子啥都烦恼。比如说像我父母亲，书不一定要读得多，但是他会疼儿子啊，就跟儿子说儿子，那这个中餐有没有吃饱儿子，你今天会不会这个下雨会不会淋到雨啊？他会不会担心？会。那这些都是。那好了，只要人类有了心事作用，那你就会担心东担心西。那这种心态呢，其发若鸡瓜意思说鸡瓜是什么意思？就是瓜就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我们射箭的时候，我们把那个箭搭在那个弦上面，准备要射出去那个位置的，就叫做瓜。那其发若鸡瓜的意思是说，我随时都把箭要准备射出去的样子的意思。意思是说，因为你会担心东山的信息你会不会这个就开始保护自己
你是说，哎呀，我怎么样才能避免这个状况发生？怎么样才能避免那个发生？哦，那就是说其实是非之谓也。也就是说，我担心这样做对或者不对，担心这样做会不会被处罚，担心这样做会不会被人家说话，等等等等。那所以他随时都在准备着，哦，就是说啊，我要应付别人的看法，我要应付的这个别人哈。那其流如主谋啊，其守胜之谓也。那我这里用的文字是说，人那边在挑战跟阴历的时候，通常有两个可能回应，一个是用自己的判准对外发动攻击，也就是说，那我为了要应付这些东西啊，那我可能就开始，哎，先指责别人的不是，或者这个找借口等等，那这种都是比较 aggressive 侵犯式的啊。那就像前面说，其发若鸡瓜，其事是非之谓。那其流如竹猛是什么？以及守胜之谓，就是他设下对内心设下种种防卫机制来保护自己。也就是说，总之我就不要受到伤害就是了啊，就是大概是那个状态。那人如果永远处在这种状态，随时都担心东三心一，随时都计较东计较西，随时都会各种不同的心理状态出现。那这种种心态出现的时候，人类由于上述种种心事上，不管是侵略性还是防卫性的机制，它就会促使生命不断的折损啊。所以它下面的文字说：“其杀如秋冬。”注意哦，我们大自然里面哦。大自然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呢，意思是什么？大自然春天的时候，所有的植物啊，或者所有的树木啊，都会开花成长，长出嫩叶啊，这是春夏的特性。可是，一到秋冬的时候，就开始落叶了。秋天开始落叶，冬天的时候，甚至有些树全部都枯掉了啊。那所以注意，古代人要收成。所以就我们生活叫秋收，那古代人有罪犯要处决，我们会说秋决，哦，那意思就是说，其杀如秋冬，那你就会，它是从大自然的那个体会里面所描述的。那如果我们的心思里面啊，不断的每天都在那边计较来计较去，防卫来防卫去，担心来担心去，那是不是对生命本身就不断的折损呢？哦，那会，哦，那以言其日消矣。意思是说，你这个生命不断被折损，那你就会一天一天的生命就会被折损掉、减少掉啊，哦。那其利之所为也，不可使复矣。意思是说，你沉溺于心事思维的基线中，根本没有办法拔除。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有的心事作用，你就会天天计较。你就会天天防卫，你就会天天攻击啊，哦！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面有一点不太健康的，就是我们的那个政治敏感度啊，或者政治投入度太狂热、太厉害了。也就是说，那个绿的选民呢，哇，就很绿，支持的要命；然后蓝的选民也一样的相同的状态，那互相的攻来攻去。那为什么？因为你完全拔不出来嘛，你陷溺在里面嘛。现在告诉你说，不要这么狂热，可不可以？难哦，因为他已经陷下去了嘛。那你心思陷下去的时候，拔得出来拔不出来，对很多人来讲很难拔，啊，拔不出来的。很多人都知道这种状况不好啊，哦，比如其焰也如坚。以言其老去，哦，很多人可能知道这样不好啊，可是根本摆脱不了这个自我这个心事的摆布，哦，那基以自卫啊，我们只好把自己封闭得更紧密，哦，可是你这一封闭的结果会怎么样呢？就是坚就是相当于封闭，哦，我们并不知道，我知道我怕不好，我就把自己封闭起来。那以言其老蓄，蓄是什么意思？蓄是一种我们水的一个状态。如果现在这个水是
一个小洼地，但是跟外界不流通。注意哦，我们的江河是跟外面流通的。那这个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沿水沿头活水来。意思是说，哎，水怎么会这么清？因为水是流动的，源源不断的这样的，那水就很清。可是现在蓄是什么？蓄是有一个水洼，小水洼里面的水池，它不流通的，那只要一点污染，它就脏得要死了。那意思是说，它如果我们把自己封闭起来啊，跟外界的不流通，你的心思就没有办法拔开，那你就会小鼻子小眼睛啊。也就是说，让你自己根本没办法跟外界流通，这种闭固的心事呢，让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复活了。意思是说，你根本没有办法使之复阳啊。这段的文字其实是在描述我们人哦，是把就现在用我通俗的话讲，我们大部分人是陷在自己的成见里面，你压根就拔不出来啊，压根就拔不出来啊。好了，那接下来我的文字描述喜怒哀乐，虑叹变直，摇曳起态，夜出虚，真沉静。日夜相待乎前，而莫知其所蒙。以夫以夫，旦暮得此，其所由生，其所由以生乎？哦，好了，这段文字也不好解。我们先把前面的那个十二个字，喜怒哀乐，虑叹变直，摇曳起态。那我尽量把古注啊，大概都，给各位做参考。这个直就是通字啊，字就是通字，字就是把自己制服起来。我们说古代有冬眠啊或者什么，就是一个制服起来的那个状态，就是字啊。这是比较难的字，我先解。那喜怒哀乐就我们或者虑跟叹啊，比如说我们虑就是担忧啊、想啊。这个搞潮环那种就是虑啊，那叹呢，就是碰到什么事情很会叹感叹啊，很会这个抱怨啊，那个就叫叹啊。这个变呢，注意变呢，这个喜怒哀乐就是一种变啊，意思是说我们人会不会改变想法啊，或者会不会本来很快乐事马上就翻脸生气了、啊、等等，这都是变。那直的意思是说，那有没有可能一种心态就是，那我就制服的，也就是说我不想让人家知道啊，就很闭塞。我们想象说自闭的人就是他很会保护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啊。那摇是什么？摇是轻浮，有些人呢就吊儿郎当呢就不在意。意呢就是一个意，意就是通意，他是很享乐嘛，意就是意乐，也就是说他就很乐天啊，他过得很快乐啊。啊，其就是很放荡哦，是不是有些人的生活很放荡啊？那态呢，就是作态，意思说有很多人呢就扭捏作态，很爱搞鬼，搞鬼的样子，很爱这个扭捏作态的样子。那换句话说，这十二个字在描述什么？人生的百态，也就是说，人呢有表情绪表述在外的，就是会不会有种种的这些不同的情绪反应？会。那为什么会不能情绪反应？就是因为你前面有一种心事作用。我再讲清楚一点哦，我们人类本来是客观的认知外面的世界，认识外在世界。比如说现在外面下雨，我就告诉孩子说现在下雨，哦，那比如说我现在会告诉我的儿子说我慢慢老了，那让他知道有一个什么样叫老。可是我们人在客观认识这些外在的世界的同时，在认识外在客观的同时，我们会产生一个情绪出来。这个情绪就是我们马上对我们所认识的客观事实赋予它不同的情感、不同的价值。哦，比如说我们看到下雨天啊，我们就说啊，下雨天，下雨天会让人家发愁不好啊，那我就给他负面的情绪。当然不一定所有人都不喜欢下雨天了、啊、有些人可能很喜欢下雨天啊，那他就赋予他快乐的情绪。
但是有人晴天了，我就给他画一个开朗。嗯，我们商场从开朗开朗啊，或者朗朗乾坤这样的，就是很象征的是好天气。那好天气的时候，我们就赋予给他比较正面的情绪啊，正面的评价。对，我们人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概念产生的时候，会不会会？那我讲更白一点，就是说我刚才讲说我们台湾人哦，这政治太狂热了。那政治太狂热，比如说一看到绿啊，一看到绿色的思维的，那他就哎我喜欢，那就他就产生了一个价值选择，说他讲这样我就喜欢啊。那同样的喜欢蓝的人，他就哎你讲这样的我喜欢。也就是说他本来描述的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我马上就会出现我喜欢不喜欢，我讨厌不讨厌的那个情绪就会全部出现。那这些一出现呢，百态全部都出现，那就会构成我们各种不同的情绪反应啊，就是你会很高兴，你会很不高兴，你会很悲伤啊，你会很感叹等等这种情绪反应。好了，它下面的这个这些叶出虚真诚境，事实上它是一种描述，就是我们只要有孔穴啊，只要有孔，比如说那个竹子有孔，我们就可以吹奏乐器。那么这个就是这个乐音乐啊，一定是从有孔的地方发出来，这个声响一定是从有孔的地方发出来。那菌，古代显然也观察到菌类的植物，那个菌呢，其实只要有水气，它就可能会长出菌来啊。比如说菇类的东西都是菌类长的，那就是说啊，真诚菌只要有水气，它就有可能会产生这个症。那日夜相待乎浅，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哦，你可能每天都听得到啊，每天都看得到啊，哦，因为你只要一个醒来，哎，怎么我家的阳台就长出一个菇出来了？那这个就是菌嘛，哦，那哎，这个比如说最近风比较大，那我其实我只要窗一打开，我就听到外面呼呼的叫，那这个叫做叶出虚，只要有一些会发出声音的结构，它就会出各种不同的声音。那我每天都会听到，每天都会见到。可是莫知其所蒙，可是你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产生。那这个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其实你有各种不同的情绪反应，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你有不同的心事作用，你用这个概念来认识自己的同时，赋予它不同的情感、不同的价值的时候，你就有忧虑、有喜怒哀乐、有这种变化会出现。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每天都会在你身上出现，而且有人可能不知道我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现在老师告诉我，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你现在懂了吗？我们为什么会忧虑？为什么会喜怒哀乐？为什么会这些大恐小恐等等这些情绪会出现？为什么会有机关算尽的问题会出现？那就是因为你的心事作用啊，心事作用。那所以我讲了半天，其实慢慢用对比的就是说，那为什么要修到一个无上我的境界？如果我能够把我自己的这个心事作用降到最低的话，自我意识降到最低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免除那些我讲的那些各种人生百态、各种喜怒哀乐的情绪的激荡啊？简单的说，我们人不会被我情绪摆布，人不会被我那个小鼻子小眼睛的看法摆布啊，那是不是就比较超然一点啊？所以这个前面那些文字看起来会觉得哎，我不知道他讲什么，但是我透过这样的讲啊，哎，是不是可以比较帮助你理解说那个庄子为什么在这个南国子綦的描述天籁之后出现这些文字，事实上是要用对比的。也就是说，因为就是因为这些自我心事作用太强烈了，那么人其实是各种
担忧或者情绪就会出来。好，我们接下来文字来看一下。接下来文字啊，事实上用我的理解，就是等于把我们人类心事作用为什么会产生，哦，给它做详细的说明啊，哦。那这个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尽矣，而不知其所为始。若有真宰，特不得其真，可行以信，而不见其行。好，我现在对个别文字我先解释一下，这里有一个比较陌生的字叫真，哦，就是一个木字旁，在一个那个关门的关的底下的简写啊，那个真啊，特不得其真。这个真呢，也许我们可以当作迹象啊，迹象啊，意思是说，如果有真宰，我也看不到啊，因为你找不到它的外形在哪里啊，就是真啊。那我们现在来一下，我们从头来解，非彼无我，那非我无所取。那我现在绕一圈呢，啊，我用我的描述的文字来跟你说明，这个认识作用是其主体跟客体的交互作用所产生的。也就是说，认识作用首先要有一个认知的主体，跟我被认识的客体啊。比如说，我现在后面有一个荧幕，我看到这个荧幕，那荧幕是被我看到的东西啊。那就叫客体。那我去看这个荧幕，那我是看的那个叫主体。那认识作用一定是产生在主体跟客体之间的交互作用里面。那因此就是没有客体，非彼无我，哦，也就是说没有客体，没有对客体的认知，如果没有这个客体，而且我看到这个客体，那就不会有自我意识的产生。自我意识是什么产生？一个孩子不断的讲认识外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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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一天他会产生一个意识，说谁认识这些东西，那就是我。我相对于外在的这些东西，那是我。那换句话说，孩子不断认识外在，我们一开始引导孩子就是不断的让他认识外在，可是外在到有一天他会说我跟他们不同，我跟那外在所有的东西都不同，这个时候他就有主客的意识出现，那甚至就慢慢觉察到说我叫这个天花板，这个本来叫天花板吗？不是，是我叫他天花板，是我啊，这个自我意识就会产生。那就是因此，如果没有客体的认知，就不会有主体意识的产生。那同样的，没有主体意识的产生，就没有主客间的种种见解。也就是说，注意，我们人会产生各种见解的产生，也就是说，是因为我们用某些声音，用某些文字去代表外面的世界。那这个时候我们是用我们的心识作用来理解这个世界啊，哦，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就是在说明人类为什么会有心识作用一开始产生的那个微妙的描述啊，哦。可是当我说我有这个心识作用的同时，这是很接近描述说我们人到底怎么样会产生我这个意识作用。那可是不知其所为始啊，意思说这个道理是不难懂，也就是说我现在告诉你人为什么会产生知识，你现在懂了吗？可是不难懂，可是我就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力量来促使这个作用的产生，也就是说到底是什么力量让我想要去认识外在的世界啊，哦？那是不是背后有一个主宰呢？一定有一个力量，或者有一个人，或者有一个灵魂，或者有一个什么东西来促使我去认识外在这个世界，
然后我会产生我的看法啊、哦。那真的有这么一个主宰吗？如果真的有，啊、哦，像灵魂，我们一般人讲灵魂，或者我们一般人讲心识作用，那这个灵魂这个东西，你看得到吗？看不到啊，它不会长出一个样子来给你看啊，所以你看不出它外显的特征。可是呢，它有没有作用？有啊，确实有这么一个作用在产生，哦，而不是我们外在的感官所可以捕捉。换句话说，不见其形，有形而无形，也就是说，你外在感官你抓不到的。那这一段话你可能不好理解，那我们就用下一段话。下一段话，其实我认为这段话是上一段话的补充。他，我这样讲这个认识作用的道理有一点深呐、啊，一般人可能不容易理解。那我现在就讲我们人，我们人是一个生命体，我们人这个生命体能运作，为什么能去运作？是因为我们有百骸、九窍、六脏、该耳、唇、焉，意思是说这些东西我都具备了。如果没有百骸，也就是我们有各种骨头，我们有300多个骨节，那每一个骨节这样够起来，那我们有各种孔穴，也就是九穴，哦，那有六脏，我们内在的那六脏在运作。如果心脏哪一天就给你罢工了，你生命就停了。那如果没有骨头，注意，很多人说啊、我的骨头受伤了，骨折了，你就不会走了。韧带受伤了，你就走不动，因为一走就痛啊、哦。那如果内脏、你们肝脏不好的时候，哇，那你的整个消化啦或者解毒功能就不见了，等等。那换句话说啊，没有肺脏的话，你呼吸都有困难啊、哦。或者比如说我们现在 COVID-19 的病毒兴起的时候，它伤害了某一个脏腑的时候，糟糕，那我们就会生病，甚至可能会死亡。那注意，我们之所以有这些各种不同的感官，各种不同的，我们有骨骼、肌肉等等，有内脏等等，这构成了我们这个生命才会存在。我们这个生命的存在，都是每一个部分加起来，哪一部分都很重要，少了任何一部分，恐怕这个生命就没有办法构成这样的一个整体。可是他问了一句话：无谁与为亲。啊，你觉得啊，这么多，你的骨头啦，你的肌肉啊，你的眼睛啊，你的鼻子啊，你的嘴巴，你最喜欢哪一个？哦，啊，你就说啊，我都很喜欢。哦，那岂有失焉？啊、哦，那你都很喜欢。那如果你不是特别喜欢哪一个啊，你每一个都喜欢，那每一个都喜欢，每一个都重要吗？好、哦，那有没有为君臣夫？也就是哪一个比较重要，哪一个比较不重要？我要告诉各位哦，我们一般人哦，在不同的时间，你可能会发现，比如说这段期间，你心脏开始有那个，你会说哦，心脏很重要。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胃肠不太好的时候，你觉得你胃肠很重要，因为如果不能透过胃肠吸收营养，我生命就啊，那哪一个比较重要？有些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比较重要，那个比较不重要。那就是臣妾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人呢，你就会觉得他比较重要，有些人你就觉得他比较次要啊、哦。那难道你都会认为都重要或者都不重要？你臣妾不足以相制乎啊、哦？也就是说，你听谁的？其实每一部分都很重要，你恐怕不能。所以是地相为君臣夫，有真金纯烟啊、哦。意思是说，这看起来每一个地方都很重要。那有时候这个我会觉得这个重要，有时候会觉得那个重要。那有没有真金纯夫？真金纯夫跟刚才我们出现一个叫真宰啊，真宰就是真正的主宰。我也许用了另外一个字叫灵魂啊。哦，那也许可以不用这样的一个名词也没关系。有没有这个真君真宰存在呢？啊、哦、啊，就算你可以说，哎，好像真的有这么一个真君真宰的作用存在哦，哦，那求得其情已不得哦，那意思是说，可是不管你能不能去肯定有没有这个。
可是你无意损乎其真哦。那这个其实不会影响，你觉得哪一个重要，有没有真宰，你这个生命你还是这样运作。那意思就是说啊，一旦受的行之后，每一个部分都重要。那有没有这个运作的主体，看起来也重要，看起来也不是那么重要。但是无论如何，有没有这样一个机制存在，有。那意思是说，我们刚才前姐各位再看一下，意思是说有没有这个作用存，有没有这个真宰存在，好像有哦，可是你看不到。那么同样的，就人体的譬喻来讲，人这个生命功能能够运作，为什么？有没有这个真菌存在？可能有哦。那可是呢，一旦一受其行，不往以殆尽啊，意思是说它就存在了，而且一直在彼此运作着。哪一个最重要，哪一个最不重要，可能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好，好，接下来就详详细细的，接下来等于庄子文字去详详细细的去说那整个心事作用。好，以物相认相迷，其行尽如此，而莫之能止，不亦憋乎？啊、哦，终身意义而不见其成功啊、哦，那恬然，疲意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哉？人为之不死，希翼其行化，其心与之染。可不畏大哀夫啊、哦！人之生也，故若是盲夫，其我独盲，而人亦不盲者乎？好，简单的说哦，人类的心事作用一旦产生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以物相认相迷啊、哦。意思是说，我们跟外在客观的世界或者外在的一切，我们周身所认识的一切东西，其实有时候会有利害关系，有时候我会不喜欢这个东西，喜欢这个东西，有时候需要这个东西啊、哦。那这个我们不心事不断的在认知的作用，那而且也不断的斤斤计较过一生了啊、哦。就是我简单的文字来讲啊、哦，那因为这终身意义而不见其成功就是这样啊、哦。那而且我们去不断的去追，追得很疲惫的样子啊、哦。那这个是这样，那我很茫然呢、哦，就是我为什么要这样？我很茫然。那你觉得你只有你自己茫然吗？那别人不茫然吗？哦，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哦？为什么我们人都会这个样子啊、哦？那好了，现在来了，那也就是说，这里面隐隐约约点到一个东西，叫成见。那后面的文字啊、哦，因为我可能也来不及详细的写，我就是用口头讲的啊、哦。也就是说，夫随其诚心而失之，谁独且无失乎？昔必之待而心自取之有之啊、哦。那后面打一个问号啊、哦。那愚者亦有焉，未成夫心而有是非，是今日四月而习至，是以无有为有，无有为有，虽有神矣，且不能知，吾独且奈何哉？好，这个现在来了，我用白话一点讲。那么随其诚心而失之，就是说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学习各种知识，那你的知识怎么产生？你一定会说，那很简单啊，我跟着我老师学的，我老师教我经济学理论，哦，这个一只看不见的手，供需原则，那我就把他的观点搬回来变成我的观点，那我就认为，哎，这个就是我的知识，啊，我就学习起来，那。如果我们把别人的观点都当作自己的观点，那谁独且无师乎？
那每一个人都可以啊，每一个人都可以把别人观点当成自己的观点啊，每一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老师啊。昔必自带心自取之有之啊。那什么意思？意思是说，可是我们这个世界上就不是这个样子，原因在哪里？因为别人认为这样是真的，是知识，是对的。可是问题是，他有没有骗我？他讲的是不是真的？他这个理论经得起经不起考验？所以我们在人世界上求知的过程中，会去做一件什么事？我们把别人的理论拿来之后，我们会把它用在我们自己的周边或者身上，然后我们去实际上去考验，哎，是不是这样？我这样讲如果很抽象，我举一个比较大的格局的这样讲，好吧？比如说美国人，基本上他是认为说，他因为他是自由经济的代表，也就是他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代表，他认为经济一定要自由，哦，那也一定要政府少管，然后让运作，然后就一只看不见的手就会把它调节到最好。那他甚至说，他美国在对待其他国家最明显的例子，比如说他常常指责我们台湾，你台湾这个中央银行操纵汇率，这样不行，我要处罚你，啊，意思是说，美国如果叫你贬值，你就要贬值；叫你升值，你就要升值。如果你政府的力量拿来跟我对抗，我就觉得你不尊重市场机制，那他就要惩罚我，啊，那意思就是说，那马上的一个问题来了，那我全听他的，我全听他的。事实上会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很多国家都破产了，很多国家就必须会破产。为什么？因为我都听你的，我都不管制。那我都不管制的结果，其实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会不一样啊。有的经济发展的比较好啊，有的经济发展比较差啊。那经济发展的好的国家就承受力比较强啊，经济发展的国家承受力就比较低啊。那我完全都不用任何管制力量进来的时候，那我可能就垮了，你不会有问题啊。所以是不是你认为对的啊，我用在我身上也一定会是对的？不一定啊，因为你要看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经济规模里面啊。啊，所以因此我们现在有一个世界看法，对待开发中的国家或者对待未开发的国家跟对待已开发的国家，我们应该有差别对待。你不能够说哦，你这套标准就适用于所有的状态，哦，啊，否则的话，那我们只要你说哦，这样是对的，那我就全部都用这样子就好了吗？可是实际上用的结果不是那么美好。我再举一个例子，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刚刚共产革命，拥有大陆之后，他们马上很激进的推行他的这个很激进的社会主义。很激进的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就是人民公社生产大跃进，意思是说，大家一起工作，用的语言叫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可是事实上这样做的结果，很理想啊，表面上很理想，但是违背了人性啊。因为你要叫每一个人说你有什么能力你就把它发展出来，那你有什么需要你就自己拿去。就事实上我们发现一件事情，每一个人都不愿意最尽力的去奉献，每一个人都想要拿多一点。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想象的时候说哇，这样子很美好，可是美好去运作的时候，会是不是那么理想？就不一定。所以就是昔必之待而心自取之，意思是说，你接收知识的过程中，你不一定老师讲的都是对的，别人讲的都是对的，你要考验一下啊。所以我们在学校里面有一个课叫做实验课。哎，老师，你教我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要做一下实验看看。那为什么要实验？就是我要去检查一下。哎，我这样
这样你说的是这样啊，我自己要验证一下，我实物上验证一下，我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啊。那如果你全部都是听别人的，你就是了，那一般愚者，一般的不需要很高知识的那些人，不需要很多能力的人，他也有啊，他也可以听别人啊。哦，那未成夫心而有是非，那意思是说我就会拿别人的是非当是非。那未成夫心，那如果大家都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我们就会以无有为有，意思是说这里面有一个很荒谬的，就是习事业啊，今日事业而习自矣。意思是说，注意哦，在庄子是生活在中国的北方，而越这个地区呢是在中国的南方，哦，中国的南边，所以古代有所谓的百越、闽越，都是在中国的南方。那么庄子也知道南北方啊，那今天他说我今天就要到南方的越国那个或者百越那个地方去，而习字，而我以前就到了，你今天才要出发啊，你跟我讲以前就到了，就表示什么？这个啊，你怎么，这是不可能的事嘛？因为你今天出发要到那里去，你要隔好几天，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你才能到那里啊，你就不会说我今天要去然后我昨天就到了，哪有这回事哦。就是如果你不懂得去检视你自己的想法啊，不懂得去看你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你就会以无为有啊，哦，那所以，那如果一般人以无为有，那虽有神矣，就算你有大禹这样的神明，这样的智慧，那你也不能够去了解这个世界到什么回事。好，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关键字，叫知，就是说虽然有禹这样的智慧哦，有于这样神话人物的这个智慧，你也不能知啊。好，这里面就是知就会出现了，就是在显然在庄子的那个前后的时代，知这是一个关键词，也就是说我们会了解，详细的去了解人类的知识，人类的心识作用，人类的成见，人类的想法，哦，这里用的成心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也就是说人类的心识作用，如果像你这样颠颠倒倒没有自己的判断的话，那你恐怕再聪明的都不行。好，再来接下来的说明文字更直接了，更直接的去讲一件事情，言非吹也，哦，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也，其所言者特未定也，国有言也，其未尝有言也，其以为一夫叩音，亦有辩夫，亦无辩夫。好，我们先到这里，后面我等一下再解释。注意我刚才发出的不断发出的一连串的声音，不断发出一连串的声音，那事实上真正的是什么状况？因为我们的行天宫的这个工作人员哦，那他给我在衣襟上挂了一个麦克风。那我刚才从一个半小时之前到现在，我不断的在这里吹着我的风，我透过我的口腔把我的空气送出去啊。哦，所以我现在是不是不断的在吹风啊？可是我现在你觉得我是在吹风还是在讲话？你一定会说言非吹也啊。可是事实上我是不断的送出气出来，可是言非吹也，那也我说的话为什么非吹也呢？
如果风的流动就叫吹，那事实上我有没有，我在说话的时候有没有风的流动？有啊，啊，明明有啊。可是我为什么不会觉得我的言不是吹呢？原因是我们赋予你特定频率的声音特定的意义，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白话的讲，其实应该叫文言文的讲，叫做言者有言，也就是说，其实你说话者是赋予你某一个特定频率的声音特定的意义，那意思是说，如果我现在没有赋予它特定的意义，那我还有言吗？就是我到底我有没有在讲话？比如说我现在用的德文来讲，你们可能就都听不懂。那原因就是什么？因为你有发出这个声音，可是我不了解你代表的意义的时候，所以我们常常看新闻节目，我可能看到那个俄罗斯的普丁开始讲话，我们可能听到那个乌克兰的泽连斯基在讲话，可是如果没有翻译，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你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他的语言你根本不了解。可是他有没有吹风吹气在那个麦克风身上？有，可是你完全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如果我不能够了解你特定频率的声音代表什么意义的话，那么我就不了解你在讲什么，那意思是说，以及意义扣音，扣音就是小鸟了，小鸟，那小鸟的这个声音，我们之所以我讲的话跟那个小鸟的声音不一样，是因为我们赋予它特定的意义，那特定的想要解说的变，就是想要解说的东西，好，那现在呢，道无夫淫而有真伪，言无夫恶而有是非，道无夫亡而不存，言无夫存而不可。好，现在来了，这里面的文字有一点的意思是说，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真理，有没有这个道啊？那道，我们每一个，我们每一句话一出去，马上就会有意义产生。可是我们其实我们这个话一出去的时候，我们是要表达某一种真理。所以我注意啊，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我马上会说，比如说我刚才说，今天外面下毛毛雨，我有没有出现各种不同的声音啊？各种不同的文字的意义有，可是我怎么知道讲这个话是真的，是假的啊？就是说，我怎么知道你现在讲的有意义，或者你现在描述的是真的，是假的啊？你就是说，我的判准在哪里？我的标准在哪里？那这个我言，我现在说话啊，你会说这个对，这个不对，那你凭什么说它对或不对？那到底有没有这个真理存在？这个等等，这是都是我们很大的问题啊，这是很大的问题。那首先意思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先拿捏到这个标准，这个标准你如果抓不到，你就没有办法说我这句话真这句话假，那当然我这样讲的时候，你们可能还不太懂，就是我们首先马上就要拿出一个标准。如果用西方的哲学用语的话，那我说今天外面下雨，那很简单吗？我们所有人都到外面去看一下，一看说现在外面真的下着毛毛雨，那这时候我就会说你讲这个话是真话。那如果你现在出去在外面说现在没有下雨，那你就知道是假话。可是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是什么？
说外在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存在，也就是说外面现在是不是正下着雨，是我这句话是真话还是假话的标准。哦，意思是说如果没有这个标准，我现在也没有办法说你这句话是真话还是假话。那么同样的，人类有语言之后，我们会赋予语言特别的价值，特别的那个情感。那特别的价值像什么？有善恶的价值，是非对错的价值。那这个时候也是一样，要有一个标准。那这个标准在哪里？哦，就是一个我们的问题。那一旦你抓了这个标准，会不会是一种成见？就另外一件事情啊。好了，那接下来的文字哦，就是道隐于小乘，言隐于荣华，故有如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非其所是。亦是其所非，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好，讲了半天，我们终于把莫若以明第一次出现讲到了，可是我时间已经有一点小超过了，我勉强把这一段讲完，其他我就留在下个礼拜再跟各位补充说明。也就是说这个道，我刚才讲是个真理啊，道的隐理，就是说道无夫隐啊，意思是说我们要把这个标准设在哪里啊，设在哪里。那道隐于小乘，言隐于荣华，那注意来啊，这个小乘跟荣华啊，就这个用语哦，有一点小学问啊，意思是说道隐于小乘，那来了，就是我刚才讲说，我要说今天外面下雨，那你要怎么知道这句话是真话假话？你会告诉我说，你到外面就知道。哦，那么当我说到外面就知道的时候，显然我设立了一个标准啊，这个标准任何一个标准的确立，也许就叫做小乘。可是我必须要告诉各位，是不是只有这个标准？不一定的。哦，比如说我现在来告诉各位，这个投影的荧幕是白色的，这是不是真话？你说真的啊，那为什么真话？按照我们刚才的标准，那它本来就是白的嘛，它外面客观世界是白的。你仔细看，这个白跟日光的白一样吗？这个白跟底下没有光线投射的地方的白是一样吗？不一样啊。那这个时候我们会说，哦，我之所以说这个荧幕是白的，这句话是真话还是假话，是根据我的观念，不是根据外面客观的标准。我认为这样叫白，它就叫白。好，所以注意哦，这个标准的拿捏在不同的位置的时候，就会有不一样的想法。那也许这个不同位置的确立，我们就称为叫小乘。哦，那么言隐于荣华，我们语言要代表某一个意义，语言要代表某一个特定的一个想法之后，就是我们如以荣华，荣是一种褒语啊，那荣相对的是入，也就是贬语。那华代表是一个漂亮的意思，就是华就是花的意思，那就是一个华丽漂亮。也就是说我语言要代表我褒贬的，我语言赋予它某一个特定的价值，某一个特定的评价里面，那我就会确立说啊，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错的。那既然每一个人都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我认为我这样是对的，你认为你是这样对的，那同样的一个举事实的例子，就是儒家认为我这样的主张是对的，那么墨家也认为我这样的主张是对的，那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像？
你认为不对的，我偏偏认为对，因为两个对立嘛，两个主张不一样。那你认为不对的，我反而认为对啊，你认为对的，我反而认为不对，那会不会这个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啊？那亦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莫若以明啊。那现在来了，啥叫莫若以明？那有关这个莫若以明呢，我自己觉得如果我要解释还需要花一点时间，我必要的时候我下个礼拜帮各位调一点其他古书的资料，比如说墨家的资料，因为墨家有一个东西，它的成书年代大概从四百多公元前四百多年一直到两百多年，这个之间到底成书在哪里我们不知道，我们称为叫做墨经啊，就是墨经里面的文字里面也有出现类似的字眼，可以协助我们像了解说什么叫莫若以明啊。简单的说，就是我们人类的认知作用，我们以为我们知识的建构是这个样子，那可是呢，我们知识一个妥当的去拿捏的妥当的知识是什么样子，恐怕里面大有学问在啊。那这个名字呢，相对的是什么？名字我现在先透露一下，名字相对的是什么？逆，就是我眯着眼看，眯着眼看跟张着眼看不一样啊。眯着眼看的时候，就是。好像看得清楚，好像看不清楚，啊，这个就不是明嘛，你，但是明的意思是说我张开眼睛看，而且亮得很，清楚得很，那就叫明啊。意思是说，这个，我这个用法啊，事实上是借助墨经的解释来的。那可是呢，详细的解释，我下个礼拜再花多一点时间跟你讲啊，就是。好，我回过头来把它先收一下，就是讲到这里，就是我说过这个齐物论讲到这里算深水区。深水区意思是说这些文字哈，其实不太好掌握，也不太好理解，一般讲庄子人都不太愿意在这个地方花很多时间。但是我觉得因为这个深水区不解决，我们对于那个庄子的体会哦，不是真的能够那么掌握得住，所以我才不厌的其烦的跟各位讲。不过讲这些的目的都是只有前面对峙的前面那个，我怎么样让自己的这个成见降到最低而达到无上我，意思是说我没有我主观的成见一直摆在我身上，那么我会把很多别人综合别人各种看法，而且综合客观事实的看法，然后更多面向的来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或者一个事物的时候，我们去看这个世界，我们去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可能更持平更开阔哦。所以这个是当你能够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因为你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先把你的自我意识降到最低，才能回复到原来那个什么无上我的境界。那为了要说明这个境界，他只好花了很多时间去讲什么，讲说如果我要达到的境界，我先必须要知道说，那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些成见，为什么会有这些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有了之后你会出现什么样的状态哦。那他把它详细说明了之后，再回过头来讲说，好，那我怎么去对付它啊？莫若以明，或者我们下个礼拜会出现的一个叫道书哦，那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字眼，也就是怎么样去做持衡的拿捏，我们下个礼拜再进一步详细说明。今天就到这里，谢谢。